锁门窗。我去求救呀！锁门窗，你锁门，我锁着呢。不要怕，你真的会，你真的我这样人才会来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怎么不是？怎么不是？你不要怕。继续冲过来撞邓紫棋，然后我们揭晓。你这样会让动物受惊。还可以呀、啊，我这样按了，别人就来了呀。你不要按了，我真的不能。啊！惊喜！吓死我了！好吓，笑一个吗？吓！没事没事，来。放心放心放心，唔使惊。啊！啊这个是，所以全部人都故意不听电话。你还好，他一天看不清楚嘛。我那时候叫他按那个东西，叫你躲起来的时候，我以为你会跑过来我们车上，结果你把自己关起来了。我心想，曹哥怎么那么笨？我刚刚都演了，我胆子没那么小，是吗？对，你在舞台上太强了，唱歌的时候整个 power 太厉害，所以很多人会忘记，其实你也就是一个小女生。就是说我刚刚，可是你不觉得我很冷静吗？他好冷静，他太冷静。我一直以为你会哭，我知道你很怕动物。我还一直对着他吼呢。对不起，你什么感受啊？我没有起过疑心哎，我就还在祈祷呢。对对。司机又一直在里面说要打给他老婆，我就非常生气。我那个曹哥已经在外面跟那个熊那样，你还打给他老婆，还说邓紫棋在我旁边。我昨天已经做了功课，我昨晚就传简讯给他。我是怕你会觉得怎么可能曹哥会突然出现，所以我就跟你说我们在同一个地方拍照啊。难怪。都是我安排完了之后，那如果是拍得好，我是要去报名的。我也要报演员，新演员。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头号惊喜，就是要把惊喜传达，就 surprise 传递惊喜，就希望就是大家是开心的，就是要你开心，真的。然后希望你得到了这一份很开心的这个过程，永远一辈子记得这一天有一个星叫露露。我现在记得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刚刚最后我敢把那个香蕉拿出去，是因为我小时候叫露露。我以为我跟他那么有缘，他应该不会咬我，所以我就啊，好啊，好啊，露露，这样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已经传达给你了，传递给你了。那就看你如果有其他想法，有什么朋友你想传递这个惊喜的，你尽管说出来，我们大家一起都会为你做这件事情吧。惊喜传达出去，因为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把惊喜传达给所有人，不单只是艺人哦，还有普通人、素人，我们都希望可以给到大家一个很比较轻松的一天。我觉得今天我非常开心，因为我的心脏被刺激到了。啊，这成功了！道道全直用油头号惊喜，今天我们完成了，然后我们一定要传递惊喜，传递快乐给所有人。耶、yeah!